经起作用的名称，所以种子生现行的生出阿赖耶识的事体，这在四辩中呢称为什么？因能变。而在因能变的同时呢，阿赖耶识呢又生出前七识，同时呢转啊、哦，然后转升起见相二分，而这个在四辩中呢称为果能变。相分析宇宙万法的差别相，见分析主观的认识作用、哦、所以相分析客观呢，见分呢是主观呢，共相是惯性自相，所以共相是啥？客观呢，自相是啥？主观呢，所以这边是啥？客观，等你看，你看跟我看拢同款的，那是共相，客观的。再来，我家己的心内底吼，佮我家己内底的相，主相，那是啥？那是主观的。唔只讲吼，相我哪会当啊通用做相？心可以通用相。其实吼，这个相是啥？主观的。主相，这边这是客观的共相，好，那有一句话叫做破相立相，这个相哈、哦。就跟这个意思不同，就跟这个意思不同。这个相吼、哦，叫自相的时候是已经带业的，已经跟境有关的。但是这个破相立相的相吼、哦，不是这个相，是啥？是清净相。所以有时候，人拢讲，虽然吼、哦、有些字看起来就是。很接近，而且可以替用。不过吼、哦，常常会予人误会去。这个相吼、哦，不是这个习性的相，不是。这个相吼、哦、是佛性，是清净相。而且这款的意思吼、哦，就是被成。何绝艺术啊，就是《楞严经》内底讲的反文文字性的艺术，就是把原来颠倒的妄想吼变过来艺术。因为咱无始劫以来就是颠倒惯习啊，啊，所以破相立相就是要搁个抽倒转来艺术。所以破相立相就是要搁扣倒转来意思，因为失去本性，所以你要破相来搁立你的本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相吼、哦，就包含了自相跟共相。这个相吼、哦，就包含这两个呀。啊，这个性吼、哦、就不属于这一种的。这个相是觉性的，不相，甲变过来意思，因为咱颠倒惯习啊，咱甲变过来，
也艺术。在修行上，破相入性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禅修的一个重要方法，访闻闻自性。所以《楞严经》哈，来对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访闻闻自性，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个法哦相当重要。因此我在末法时代吼，听讲这《楞严经》的先无去。法要灭的时阵，《楞严经》的先无去。因为这个根本吼，在《楞严经》内底交代了足清楚。是这样。好，那这种阿赖耶识中的万法种子占因缘升起现象的作用，称为阿赖耶识缘起。好，我唯一在读的是一个阿赖耶识缘起。可以吗？这个缘起法内底到一个开始无嘛吼，都一直在动啊。而且一切法究竟无自性，所以呢没有开始。好，一切法究竟无自性，是因缘无自性和合生。所以呢，无始。好，但是无始敢有终？有。经内底讲哦，无始，但是有终。什么时阵终呢？当你不让它再生的时候，它就终了。所以无始呢，又有终。阿弥陀佛，别偏一边哈。我俩讲无始也无终，我阿弥陀佛讲有啊，有煞无去。所以无始有没有终？有终。就是这无好的业的，拢总无去。这边无始，完全转过来这边的时候叫做终了，总持，可以永远一持不忘。就刚刚讲吼，一个矿石内底有金性、金马性，咱要炼这个矿石吼，有一天吼，咱两个完全提炼到纯金的时候，伊敢会阁变成矿石？都袂啊。纯金料的每个变成矿石，因为这过程吼，经过火烧，然后呢，佮水洗，火烧就是先吼氧气，先吼分开，水洗吼，佮它洗好开，佮土佮金木洗开，所以咱咧炼金嘛是啥？矿石先火烧，再呢？在水洗，火烧的先和两边先分开，容易嘛吼，金嘛容易嘛，容易了伊就沉底落来，再用水甲洗开，就敢若咱戒定慧内底迄定甲慧，一汤浑浊的水呢，都先甲沉淀，刷来甲土呢，揢开，揢开了呢，这趟水呢，得永远未个落啊，所以叫做无始有终，所以若修个做佛做吼，都未个再沉沦。所以无始劫以来吼，人还佫唔是佛祖吼，
啊，就是吼，人啊，佫啊，毋捌有迄个经验，哦，很惨痛的经验，哦，所以吼，即款法哦，实在难信，哦，相当难信，因为吼，咱遮若无佛祖哦，啊，就是吼，人前啊，咱拢毋捌有即款幸福的经验，所以这种法哦，好不好信呢？男性之法，啊，加惨痛的经验，啊，啊，耶稣我那几年你啊，哎对啊，耶稣我那几年你，啊，好，我们翻到409页。课本，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及孤独也啊。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因，如何为五色受因？再来，受受因，还有想受因，还有事受因。若三门婆罗门以宿命智，宿命通达的智慧啊。自私种种宿命，那就是自见，给他知，见到自己有自己的业相叫见，啊、哦，那那无明，就会无知，哦，过来，因为无明就会不觉，所以就无不觉的无法度见。见志向或者是见自己的习性啊，那就会有不正确的知见啊。再来，以是当世今世，皆以此五受因。以是当世今世啊，以的是过去，当的是未来。今的是现在，啊，那我过去所经，如是色，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事。啊，如果可以合这个字念合，合就是分隔，啊，如果可合可分，是名为色受因。这是在讲四象，哦，四象会当分开的。四相会当分开的，哦，再来指所合呢，那就包含我们说的手啦、石头啦、杖啦、刀啦、冷啦、暖啦，哦，这个都可以透过四相名相来分别的，哦，或者是呢可积文盲，独从风雨处，是名呢处合。因为五音一定要先经过触，叫感受，哦，所以叫做触合。唯识内底吼五个片行心所，叫做触，哦，
再来作义，缩小思，一开始就先唱，唱的是心，心声哦，这边是心，见分是咱的内心嘛吼，相分是咱的境吼。一定是心先去接近境，所以叫做处。哦，然后呢，作意去感受，再去想，再去思考。哦，安尼形成五音。处的由心去接触境，也就是呢，由色音去接受色音，处。再来作意去受感受，好比说，受爱，或者是受乐，再来起什么？起美想，再来思呢，再去谈。去受爱，去美想，再去喜欢了我就贪取来啊。对，是名触合，触合是接触之后，这个分别叫做触合。再来，是故何事色受因？复以此色受因，感觉无常，便亦苦。那这个是色受因。好，再来，诸觉相是色受因，从内心开始感受，是觉相啊。当然，何所觉？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啊。来，410页，是故名觉相，觉相是受受因。再来，故以此受受因，了解它是无常，会变异成苦。再来，诸想想因是享受因，何所想？少想多想无量想，或者在起没想起愁想，或者是起都无所有，做无所有想，是故名享受因。这也是带，你看少想多想，这嘛是两边的想。苦乐呢，受受因也是两边的相，所以五音里面呢，都带有什么两边相，而且每种的种子有没有一样，都不一样。所以咱的阿赖耶识有足侪这款对立的两边相，要解决啊。再来，复以此想受因是无常便利苦。好，再来。为作相，就是有所为，有所为透过什么受想思的思来的，作业嘛吼，作业就是有所为啊。作业是意对来，意业，先有意业的思，再进入呢身口业的思已业。这思啊，思的是贪取啊。思就是贪取，贪取是先有意业，
那这个叫失业。那再造口业身业，那这个叫做失乙业。由失来的哈，就是贪取来啊，还叫有作相啊。或者是为作相，是行受因。那何所为作？与色为作，与受想行识为作，是故为有所造业的相，叫做行受因。再来，复以此行受因，了解它是无常。便利苦，然后个别了之啊，这别之相就是什么事受因。那何所是？是色、是声、是香、是味、是触、是法，就是了解这顶啦吼。是故名是受因。再来，如果你在这六尘上不觉。如果你在这六尘上不觉，阿赖黑的是带业相，你不知道。你若不会觉，你若不会觉这，无如实知，无如实知，那就是不带实相而带业相。四受因哈。是受因就是不如实知的业相，是你错误的知见、错误的了知来的，还得是受因。哦，还记得哈，是受因的是不如实知实相的业相，还得是受因。好，那。就是因为不如实知的这个业相，让你再造业，这样，让你熏成种子，种子料哦，一类相续，然后呢，又随转，这样哦。那复于此事呢，也是无常，便利苦。再来下一段，诸比丘。彼多闻圣弟子于此色受因作如是学，我今为现在色所识，也就是呢被现在的色因呢所干扰到哦，被吃嘛哈、哦，被吃就是被侵害了哈、哦，而过去世呢已曾被彼色所侵害过，如今现在一样。所以互作是念呢，我今呢被现在色所识呢，我若互乐着于未来色的话，那一定呢未来又会被彼色所识，如今现在一样。作如是之语呢，我们应该不顾过去色，而且呢不乐着未来色。好，那这样的话呢，与现在色呢就可以生厌。再来呢，离欲，一性离欲吼，就是观感受，哦，再来灭幻呢，就是想要灭幻，再来下灭呢，就是行因呢，我想趋向于灭，所以这个也是有类似色受想行识的过程，从对色生厌、离欲、幻灭幻、下灭，哦，弄都有这几个作用哦。都要出作意受想思的作用。这就是转哈，转这个业哈，想要转这个业，知影了想要转，
所以为什么说第一地建立在世俗地顶管，也就是世俗地，你若了解迄是业，你才会想要转。哦，那这个就是在转。哦，知道那个不好。哦，那与现在色呢，就会生厌离欲，灭幻相灭。再来，多闻生弟子，于此受想行识受因学。我今现在呢，为现在世所识，与过去世呢，已成为识。是所识哦的推演到这些受想行识都是安尼啊，如今现在，所以我今呢已被现在是所识，若复能热着未来世者呢，已当复为彼世所识，如今现在啊的遭遇一样，如是之以呢，不顾过去世，不乐未来世啊，与现在是生厌离异。灭妄相灭，灭而不增，退而不进，灭而不起，舍而不取。好，再来下一段，以何灭而不增？以色灭而不增，受想行识灭而不增。以何退而不进？以色退而不进，受想行识退而不进。以何灭而不起？以色灭而不起，受想行识灭而不起。以何舍而不取？色舍而不取，受想行识舍而不取。再来下一段，灭而不增，即灭而住。哦，还文字性。哦，即灭而住，退而不进，即退而住。再来，灭而不起，即灭而住，舍而不起，不生续着，不生续着以呢自觉涅槃，我身已尽。哦，这个身呢又像是受因。哦，再来幻形一立就像响因，所作已作就像行因解决。哦，自知不受后有，那就是呢是因呢已经能够如实知。哦，所以这几个呢又像是受想行识。哦，我身已尽呢好像受已尽，患恨已立呢，就好像想已解决啊。再来所作已作，也就是行因解决；自知不受后有呢，又像是事因解决。啊，佛说此经时呢，众多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里面，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段的经文哈，以阿含，伊内容就是安尼哈。如果你若干来看这个经文吼，无经过遮多的演绎吼，真正干那咧念册尔，内心吼未起迄款感触出来吼，对不对吼？有時候也是要了解比較多，你看經才看，不然這樣，只這樣，你們感受會出來。楞嚴經裡面呢，還有一段話，他說，那個阿難問佛陀說，佛陀，你說的知見，我已經知道了。啊，刷来免啊修，伊唔知，哦，你看，佮遐困难呢。讲的这道理拢知影，啊，刷来免啊修，伊唔知。啊，所以佛陀呢，佮再很仔细的讲吼，啊，免啊修的方法，给阿难听。哦，那你修行吼，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吼，佮他要知就困难啦吼。佫刷咧吼，要哪收？阿难佫唔知，吼，佫问佛陀，吼，啊，我唔知吼，恁已经知影。啊，这已经拢知啊，啊，刷咧要哪收？刷咧吼，就是包括要哪转，吼，啊吼，要哪破心魔，要哪
挡外缘，然后吼，免咱回向给咱欠的欠人的业，吼、哦，啊，煞咧吼，免咱静心的增加咱的反观力，啊，煞咧吼，免咱吼，免咱有知见了吼，搁六度万行去帮别人，哇，这，吼、哦。这拢是佛德位啊，搁再讲的吼，啊，所以我拄啊讲的吼，拜佛念佛，持咒持戒禅坐，啊，听经闻法，好，搁来呢，六度万恩。来，观音菩萨讲咧，耳根圆通哈，听最快，以耳根的最圆最通，然后呢，反闻，闻自性，然后呢，闻思修，入三摩地，哎，安尼的我都毕竟坚固。这过程就是在转的过程、哦、所以 那八个字前后一类相续随转随转、哦啊、当然也是要低根无聊才有办法转也就是、哦、参会了、哦、你才想要转西藏人，因咧拜观佛法嘛，迄个大礼拜，得安尼嘛吼，身口意啊吼，哎呀，啊拜的时阵得安尼，出来啊，规个身躯拍的安尼，这种拜法很好。会当运动，啊，而且吼、哦，最重要就是，因为迄心很虔诚的时候，迄活力加倍足够。所以吼、哦，我嘛建议讲，恁大家若有迄空间会当咧拜吼，尽量用安尼来拜看卖。啊，是不是一定爱伫佛堂头前？当然，若有佛堂上好啦吼。那无伫佛堂吼，就前面有一个佛像，安尼嘛会使吼。或者是无佛像嘛，袂要紧吼，就心中有佛安尼，当雕房就会使，拜。啊，这款效果足好个，真正会有感应。那为了空间吼，啊，你若感觉哎，我那无啥咧运动，或者是愈来愈肥吼，啊，对。做一款礼拜，我那盖好。再来就是有人问我这，伊问我把这八句佫讲较清楚咧。这八句吼。刚刚在讲的八卦，
北华形成吼的原理就是，甲这共款共款意思。北华知影嘛？八卦嘛吼。那这个八字易对来，这易嫩切金来对来。嫩切金，嫩切金恁较少听到吼。A 的禅宗，达摩祖师传给二祖，给一个重要的禅宗的经典，内底对中观为是，我讲啊足详细。啊，伊这个八句哦，第一开始的序文内底就有啊，伊还袂临到正文，就一定讲到这八句。可见这八句介重要，这观念介重要。而且《金刚经》内底四相哦，或者是《圆觉经》内底四相，它真有关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真有关系。八句就是讲，一开始无迄个无相。无相的原因就是，咱拢讲无始吼。有道教嘛，拢会用咱这款名相吼，叫无始天尊吼。但是咱拢来讲这个佛教这无始意思。佛教无始的意思，不是无开始呀，是无自性的开始。安尼，恁讲有开始也无开始？无始的意思就是无自性的开始。安尼讲，安尼是开始也无开始？无自性的开始。啊！你讲有开始也无开始？有开始是因缘起，但是这个因缘呢，不管因也好，缘也好，都是无自性的开始。因此吼，无中生有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好，无中生有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咱会当讲，伊个是无自性的开始。啊，因为一般人未了解无自性，所以就把它当作的无中生有。啊，从无中生有里面，就跑出两边相，无变有，走两边相出来。好，本来是无自性，啊，尾也走两边相，有。两边相啊，那这有无两边相是安怎来？就是咱感觉伊有，啊，咱潜意识内底有倒一个无的标准，安尼来。哦，也就是讲，咱感觉伊无，啊，咱心内有一个有的潜意识标准，所以这两边相是安尼来。也就是讲，咱人类有营业共相。这共相就是客观的上一个共相，但是呢，对人来讲，人有特别的人的营业，所以吼、哦，人跟人的中间有客观的共相，就跟咱男女相，是咱人类内底营业内底有诶诶客观相，但是对其他的众生。你甲问狗仔讲，啊你看迄个是查甫，你就毋知看无，用迄八道的营业，吼、哦，啊所以八道营业就无咱一道的共相客观相。
求必烦恼，诸行无常，一无所得故，来者我不知，自在皆空，去者我无留。但是对他的生，你家长，你家长问我，你把你三十步唔来看嘛？迄八道的八道营业，所以八道营业无咱一道的，讲起来讲起来。啊，当然十个啦，十个啥？这是主观啥？这个观念，啊，观念接受到迄个人别的，其他的，别别人别人就到你这边，主观啥？思想。但咱咱电话用来就讲，就是单身，这是客观性，这是主观性。这种人是咱的业障嘛？你这这在靠？你是哪方面？你不特别具有的？好，这跑步的快手哈，原计划是不是新一波，我当房地嘛，这不正开始。但是经过咱的压料一次，底下，你马上一次定住，啊，没有，没有，来，我想你先是对不对？对，没错，你想来的你是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来无病症能想，所以你只要讲太极生两仪，两仪一个上生四象，那，啊，这个病是四象。四象就发展了的病，八卦，所以跟这八句意思很好。有个会有一些意象，再来意象的相反，那就是同了。所以意象这还有一个相反的象，同类是真的行，它进而到这位意有。因为有跟非有是两边意象，啊，两边意象各一个倒变的是怎同倒做伙，哦，啊，这两个倒做伙变同嘛，变意有意非有，再来意有意非有，一本心要各一个倒变的相，也就是我一个反向。同款，这边的发展嘛是安尼，这边发展就是亦无亦非，搁乱的啥，非无，非，所以，必则背骨啊。那这些呢，它《金刚经》内底四相有同款，你想看卖吼？我相是咧讲家己的嘛吼，人相是咧讲。把它，啊，那迄就是一个对立相嘛，就我相的相反的是人嘛，哦，就讲我是咧讲是人，就是咧讲他，对吧？啊，自跟他是异相，是嘛吼？所以异相个个到这会变作。众生啊，再来众生的生有生有灭嘛，啊，各也都变，都变了，变成不生不灭，所以这不生不灭变成。
所以受者相主不生不灭相。这块的发电就跟他一块的，众生就跟他一块的，非有非非有的是跟他一块的。《金刚经》内底四相就是安尼次第建立落来，人讲迄叫做八句次第建立。那安尼算，就是讲咱的阿赖耶识内底有足侪个次第建立的两边，两边印象。因此吼，咱要破这种种印象，就无遐好破。你破这了，佫有这也袂破；破这了，佫有这也袂破。所以伫个四相上要破这业种吼，爱次第，无法度一下子顿解开。就像一条绳子拍角对吧，拍角之后你扭倒边你也无法度拍开，你扭正边你也无法度拍开，就是要左右呢同时两边把它拉开，一对一个角的中拍开，那就是中观的意思。你同时打开那叫做顿解。中观啊，中观啊。再来，你这条绳若拍，你若照个次第，照个次第拍六个角，几个角呢？只一个角、两个角、三个角、四个角、五个角、六个角啊，次第拍六个角。因此，你这个角吼，若要甲掏开吼，同款来，无多一下子。一定要一个角拍开了，才阁拍第二，对吗？有人讲啊，有人讲，哎呀，我买到有感情，我找六个人来做一拍，做一个拍开吼，袂使安尼吼，因为吼，这角拢总是你家己，你家己结成的，所以吼，结吼，伊原是爱你家己，你袂使叫六个人来拍，这个结同全部都是你自己。接上去的，所以解结还是要，但是说你真正叫六个人来同时打开，我看解开的时间也不会一样，也不会同时，所以在理性上哦，放下执着一起上顿。但是在事项上，你要修到完满是要渐行，就是讲你这个角要完全拍开来渐。这个渐行哦，是咱讲的余切行啊，中观余切行。所以《楞伽经》是一部中观。转世成智的啊，瑜伽就是在练心的修行，叫瑜伽啊。好，安尼会使了，可以吗？够不了解。那个受者相那边为什么是真的？受者的心。受者意思就是会修足长未灭的意思嘛。阿姨嘛是会灭啦，在《金刚经》里边是不能有啊。我有来讲，这是一个名相，伊的意思来表达讲，我有一个足长会修的永远未灭的一款相的意思。啊，所以不生不灭的是一款，那是一个，啊，无你要哪甲讲呢？无你要哪甲这个相下定义？
在《金刚经》里边，不是讲四相都不能有。对啊，所以不生不灭这个相嘛，袂使有啊。嗯。这四种这八相拢袂使有啦。这八卦还是啥？还是应世间的法，还叫做世间法。八卦是应世间的法。安尼敢听？这是世间的物件。八句这次第见面是世间的我世间观你说世间观跟我爷艺术的跟我爷重用的有吗、哦、你说啊那个佛教修行不能注重世间观、啊、问题就是你都要不跟那个程度啊你也是要注意世间观现在有的人就是你没有跟那个程度啊常常都要说无相要说空啊就世间的话你就都不注意了这样那叫做什么执理会事没法呢二地融通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虽然要有出世间法的时候你不可以执理会事也不可以说二地不融通也袂出去，所以迄无色界内底非常非常是迄啊，也袂出去的，也袂破相的，迄相拢袂使有的。唔只讲吼，唔只讲修行一定要有智慧，你智慧无出来吼，前五路必不进的。我等下要甲恁讲的迄讲义内底写就是咧讲迄。你看这两字的意思，这定的意思哦是静不的意思，但是非的静跟这个静无同，非是这个静。这是安静的静，这是清静的静。哦，要解脱都要倒一个静呢，顶过来下骹呢，下骹这个对吼。要解脱是啊下骹这个，因此咱讲六度吼，六度若无这个般若慧吼，前五度拢变作不净。啊，这个慧啊，哪来？这个慧哦，以见利之见来理解。好，以见利之见来哦。咱看讲义哦，讲义第一行哦，第一行第二句，这是以广论。广论来底引出来吼，人爱先知多法，所以伊只头拢来看，修行一开始伊都爱先知多法，再来修的时阵吼，就是
用咱所学的遐修，遐法来修，啊，而且吼不可忘事。再来，若先未知，但是呢也不能却退。意思来讲，虽然咱都初学，也无法度完全知，但是吼嘛袂使因为讲哦，都爱知影遐济，就来惊，袂使。因为你一定爱把这个底根吼，做清楚建立才会使。如果你这底根啊无做清楚建立吼，以后的迄个果报吼，袂遐舒心。而且吼，生生世世智慧哦有限，安尼了解。哦，你讲这够重要，有啊吼。你果报无殊胜，啊生生世世智慧有限，安尼你得永远唔免想佛祖啊。哦，对不对？哎呦，你若要成佛祖吼，一定是爱这地界来做清楚，所以唔免别使惊吼，爱用耐心知影。再来，当随慧力而求多，就是讲啊，你有法度理解偌济，你就尽量去听，听愈济愈好。再来，并不是听闻此法而别修他法，也就是讲，你一定要以你所听的来修，所以所求处呢，亦对来，所修处亦对来，亦闻思来，然后闻思修。那这三个次序吼，真正修的时阵是这一家开始啦。他的意思讲，伫这顶管的文思的所在哦，阿无算做真正修啊。所以还搁咧听，还搁咧理解的时阵吼，咱会用讲，还搁是伫顶管，还搁毋是真正咧修的时阵。但是话搁讲倒转来吼，你所有的修拢是爱靠遮。所以吼，都咧听咧思的时阵，已经啥，已经要进入这个修的意思啊。啊，再来，那讲低见吼，敢是一定爱甲遮的时阵才有？唔是啊吼，低见吼，伫咧遮的这个所在的开始也当有。听的时阵就一定咧，你只要讲迄叫做闻所成慧，听的时阵就一直咧有啊。哦，所以那照这讲义的意思，就是讲你这多闻有利什么，这地界。好，所以伫个听的时阵就已经有啊。再来。特别要强调这修的顺序，就是因为吼，虽然低阶吼，一旦帮助你这样，因为人有可能透过低阶了吼，你的心会慢慢啊会静下来，诶，其实就是在转念嘛。诶，咱咧建立咱的自见的时候，就是已经咧开始咧转咱的念啊。人家讲吼。你若用用的时阵吼，迄爱较常看佛经呢，还是较常看祖师的写物件。敢若看遐物件吼，伊就一定伊你的业内底咧甲你转啊，就咧甲你加持啊。啊，你若讲吼，常常咧铺路的甲修行无关的物件，啊，迄吼迄就佫甲你转倒变回，甲你。给你专注，给你夹入来里头。
所以，噶啦，噶啦。